有点被 double team。蒋玉安再出来的时候，裁判哨一响，哎呦，走步为例吗？对，是一个走步。所以在这种底线收球，你可以看到面对两个个子比他还高，这球上很容易啊，防中有错，绝是有帮我多留一副碗筷啊，这么洗干净的。所以的是走步为例。哇，蒋彦吉连续发16-12。对，一般是认为说这个玉龙队的洋将哦，可能很危险。是，哎，是有点走步嫌疑哦。底线做个林金榜跳投出手的陈世杰绕了一大圈再出来，再给林金榜进攻时间还有5秒，林金榜切入挑战，51-44。蒋玉安，哇，又掉了，简浩超走，再次快攻机会，这个球回给陈世杰，哇哦。林中青的看家绝活，哎呦，这个球走步了。今天西湖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打的，因为负担比较大一点，他几次的球处理都有一点走步的嫌疑。哎，裁判给了技术犯规，这个技术犯规好像给的是，好像是严总给了严总。哦，对，裁判好像给了技术犯规。对。给严总技术犯规。对，这刚刚太瞬间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裁判的确是给了一个提。戴维斯，哎，这球有没有走步？我戴维斯想法是对的，因为欧布曼已经示范，他如果把他打下去的话，那蒲元赢的几率就高了。许昕哲说：“快！”吴源要不要喊暂停呢？这个翻身跳投的时候，结果裁判哨音响。蒋军浩的上半场比赛表现还不错。陈祖威切入，这个球被我 Brian 给挡下来。哇！陈祖威摔个四脚朝天。哇，这个球来讲，可能要再从慢动作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打到他的手啊？哦，不过这个球蛮尴尬，就是我本来也是没有碰他的手，他是对这个球。那因为这球，滴滴撞到救回来，高调给他一下，给到戴维斯的时候，裁判哨音响，给的是 O'Brien 的犯规。O'Brien 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哦。对，他不能够再对裁判有太多不尊敬的一些的方式。对。稍早在第一集的时候，才有总教练被吹两个 T 哦，而被驱逐出场。所以上尾班很有经验哦，赶快把他给拉住。这里他打得很出色 ，Quincy Davis， 戴维斯面对手怪，戴维斯靠进去了。他手挥出来了。吹的是 O'Brien 的犯规。O'Brien 很蛮无辜的，因为他认为说出手了，用手推人的应该是 Quincy Davis， 而不是 O'Brien。其实两个人都有手部的动作，那当然裁判吹的是 O'Brien 的用手肘去推人的对手失误，差点发生失误，周伯勋再拿到，裁判抓陈坚恩的犯规。陈金很可爱啊，他直接啊用头去顶这个球啊，就觉得他这个应该是没有犯规。失去了重心的职位。最后一秒钟，出手不进。
哎，先犯规了，裁判抓是简浩 ，loose ball foul， 在未持球的情况下被吹犯规。哦，浦原要小心哦，浦原团队犯规次数来到第四次。哦，稍微推了一下周伯勋。78-77，浦原一分领先的台平。这个球啊，应该要是不是时间？不是，因为如果说他是在最后两分钟，如果假设这个球没有传出来之前犯规，那你就可能要罚球啊。哦。